Hello，我的伙伴们，哎，你可以骑我哎，走吧，我带你走。啊！啊你骗，害、啊、我被骗。走开！这个人挡住我了啦。大家好，我是鲈鱼。我今天。我们没有默契，今天有人陪我玩《星际大战》，很高兴 Xbox 有 Game Pass 加入。那只有我看过《星际大战》，所以呢，我今天要逼这位，你叫什么？我是狮子。狮子，看《星际大战》，我不能逼他看。如果一部电影算两个小时的话。那种总共有18个小时的电影，我不能逼他看这么久的电影，那样太痛苦，而且有些甚至是2个小时半。你就玩游戏就好了。有声音吗？前面没有。Lucas， 因为这个刚刚你看到的那个工作室卖给了。迪士尼，所以你刚刚也才会看到迪士尼的 logo。那我们去迪士尼乐园的话，也会看到很多星际大战的东西。这个我就把它播完。我们会看到吗？会啊，会看到很多星际大战的东西，应该有星际大战的设施可以玩。这个是他跟他爸爸第一次见面，然后砍完之后，他就说：“你杀了我父亲。”然后这个时候。那个黑武士就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叫做“不，我就是你父亲。”No， 这个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桥段啊！这边我忘记是干嘛了。然后那个这个人他很好笑，他只有一句台词，他的台词叫 “traitor， 叛徒”。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一段就特别红，然后大家网络上就因为好像是因为那个人的编号是刚刚那个黑人的后一号。然后他就是因为他们以前都是白兵，他们后来的白兵都不是复制人，在以前的时代，这些白色的风暴兵都是复制人，后面也都是真人去用的。然后就看到啊，你居然拿起光剑了，你是个叛徒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特别红，很奇怪。反正这些角色你等下玩大概都可以认识。啊，兔D兔。然后刚刚有人说左下角那个是妈祖。What？ 你像啊！新游戏。那我们就照那个电影的顺序去玩，4、5、6、1、2、3、7、8、9，曙光怎么讲？炸线，曙光炸线，来。啊，这些教我怎么按？我不会啊，我今天第一次玩呢。我也不会啊。哦，这个是必须要的。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银河系。那还开始跑那个吗？对，他要开始跑那个。他们以前是用一块布，然后上面就写字，然后把那个整个布让它斜斜的，然后这样拍，然后把它卷上去，然后那些字就这样飞上去。哦。这个是一定要的啦。以前可能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说背景呢，就这样子。死心，这个莉亚公主携带偷来的蓝图，就是那个电影《侠盗一号》的故事。但是因为那是无名英雄，他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偷了这个死心的蓝图。啊，你有看到他刚刚写什么吗？没有。啊，没关系，背景很漂亮，一点都不重要。星星。哦，那音乐都一模一样，太漂亮了！哇，一模一样哎！哇靠，跟电影一模一样，我要哭了，完完全全一模一样。哎，这一艘船是超大的，是在凯神那个乐高。这只是 R2D2， 这只是 C3PO， 他们两个是应该是九部曲全部都见证的唯一。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因为他们是从头到尾都活着的人。
而且以前那个阿杜 D 杜是侏儒演的，他真的有一个人在里面。莉亚公主。We're over Tatooine. This will be safer with an old friend. 好白哦，他们的空间都很白。我是莉亚公主，你要掩护我。不能动。哦，也不能动。我看一下，可以了。我们可以交换吗？按三角，按 Y 看看。不行，可能还不行，换角色吧。叉叉，你就每个键都按按看就对了。按这个是攻击，然后按这个是瞄准，然后开枪，然后变成这样子，好酷哦，跟以前不一样。然后你看到东西就可以直接打爆，不要吝啬。那它就有很多钱钱，那些钱钱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实质上的用意，就是钱钱。我不用补子弹。你要过来保护我啊！我是莉亚公主哎、欸。不行啊！按这个按下去是跑步，不用，那些子弹是能量枪。哦。黑武士要来了。要射他。射射看啊！啊！我怎么躲起来了？按这个开始瞄准啊！哦，变成这样子了，好酷哦！以前都没有这些、欸，你可以按住。我按住了。啊。左边那个蓝人是什么东东？不知道，分数那一点用都没有。黑武士来了。他是打不死。对，休想打死他。啊，这边好可爱啊！哇，他的声音好酷哦！嗯，这个就没有了，是自己加的。然后阿珍，你这边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地上有东西在跳，你就要按住 B， 把它装起来。装了什么？我装了这个。然后你就要按 B 去拉它。啊，可以射它，瞄准射它。对，接下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解谜啊，射他们，直接打，正方按按叉叉。然后按 A 或 B， 好，啊 ，OK， 反正就是这三个键都可以按就对了。你打错人了，我打错人。你可以打我吗？你阻挡，你阻挡。耶，哎，我被保护了，果然是公主。小心，躲起来。躲到掩护后面，躲到掩护后面，躲起来。对，躲到蓝蓝的地方。对，靠近他，靠近他。对，然后按瞄准，然后可以开枪。他会自动找掩护。啊，你要换掩护，就是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有写移动，你就按 A， 他就自己跑过去。哎，不要靠这，太靠近。小心，后退。我瞄哪里啊？我帮你射。好了，我不会卡住了。我在干嘛？哦。你先慢慢来，好，没事。好，合起来。然后嘞，现在没有东西了，你就要把可能把旁边的什么东西打碎之类的。Okay, look safe now. 啊，等我，你在哪里？哎，我掉下去了啊！你在哪里？我去找你。我找到你了，这里拉，哎呦干，我没拉好。哦，是关电了，我要走过去吗？你先走过去好了，我等一下再下来。
样。然后换你。我看一下啊。哦，这是很蓝。你看那个蓝蓝的，你就解谜、哦，拉。耶、yeah, ，谢谢你，谢谢你救了莉亚公主，我也感激你的。如果你要找掩护，就这样躲起来。有黑黑，哎、欸，他们好屌。看一下黑武士表演。有些东西是我们要从自由模式再回来玩一次才可以解锁的，我们就是顺顺的过就好了。死我了 ！Milady, our path is blocked. We must find a way to continue. Let's put the Empire's plans to good use then. 啊，这绿色的时候再按一下，这样。组装，我来装。水泡？嗯？怎么是水泡？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左右这样哦。你要往这边还是往那边盖？那边，那边，往那边。对，对。然后嘞，骑乘。哦，好好笑，我可以动吗？不行。啊，这是什么叫？走吧。变好多、喔，是这个吗？嗯，其他。这是什么东西？我不晓得。它会怎样？恐怖？玩机？这是什么？哦，要玩那个跳舞机。它会讲哦，要按，按在中间。咚咚咚！哔哔啵哔啵吧哔，耶！这边不能过啊。因为我在按跳舞机啊，等我一下。哦，它是一个。啊！怎么了？我把大家吸出去了。啊！看，叉叉，快点按！好险！我去接看。我来了！啊！你为什么射我？你挡到我了。这个可以打爆，打爆就有钱钱。啊，今天不要问我有什么用，明天用都没有。是要干嘛用的？射他！它会自动瞄准。对啊，这个游戏辅助很多了，不会让你太难。把它关掉了。啊！我被射。啊！有人丢手榴弹。你们都没射中他。你在射啊！你在射。快去捡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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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有一个很经典的台词叫 "It's a trap"， 然后他就被船就被打爆了，这是陷阱。我们要把死星送离飞船。哦，可以看地图哎，哇，这台变得那么酷哦。你要拿什么？请你帮我拿，我是公主。我抓着。往下推，对，往下移。嗯，然后呢？往这边，哦好，往这边移。哪边？这样。拿取。哦，可以跳。哦，好。然后再跳。拉铺。我要开店啦。哦，好好好，我来拉，我来拉，你来开。哎，谢。打他！揍他！反正就是叉叉加 B 或 A 都可以。这里面有什么？换你跳！咚！换你跳！
拉，咚，都满了。他们在干嘛？他们躲在箱子里耶，白痴哦、喔！丢手榴弹！进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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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你看到东西，你就可以全部打爆。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打，打了就是赚钱。哦，我们的人被抓了，还有那个爪哇族，那个小小的。阿杜地图。不管了，我先打爆这些东西，我没有空理你们。跑步。才没有那么暴力嘞。哔哔啵哔啵啵，阿兔地兔最可爱了，他在听音乐。他弯腰给他踩。哦，他们把那个死星的蓝图给阿兔地兔啦。哎、欸，换我当他、欸，换你当 CCP 哦。我可以攻击吗？哎、欸，我看我的攻击。他可以瞄准吗？不行。那、啊、你可以打架吗？我这样吗？不要碰到他！不要碰到他！哦，不行。你那只很废，你那只在电影走路更废。他要撞我干嘛？啊！我被烫到！啊！我要死了！你要用这个亮亮的，这是你。啊？这个？哦，是你的。哎、欸，那个是这个是我的。然后这个要怎么用？他怎么解体了？对啊，你怎么解体了？那、啊、我要怎么玩？这样。我开门了。那你嘞？我看你解体又怎样？重新组装。我、啊、干干，你干嘛打？对不起。吓死我，以为有敌人。你先重新组装，你的脚在跑。那我干嘛要解体？我看一下你过来，你用。他叫我解体啊。然后来使用，你按 B。啊，我就是解体、啊。你是按住还是按一下而已？按住啊。啊，那你按一下就好啊。哦，解体是你的特殊功能了、啊。等一下。哦，监视器。哦，我的 B 是什么？选择这个，哦，这是什么？可以看监视器，那有什么用？不晓得，现在不晓得有什么用，先走吧。怎么过去？哦。突然解了一个，会被敌人无视。哦，不能攻击。会。会跳的。对，小心跳。Hello， 我的伙伴们。哎、欸，你可以骑我哎、欸。走吧，我带你走。啊！你骗！啊！我被骗！走开！那个人挡住我了啦！等一下。走开！快走，快走！快点！嗯，好险！好辛苦、哦。这里是干嘛用的？要救什么？我们要逃跑。逃生。哎、欸，我可以这样哎、欸，用你的头。我很惊恐。冲啊！你拱筋哎！哎、欸，你打到他了啦！打他！他在洗澡，他在洗澡啦！我们一起洗澡。因为每次角色都有特殊功，每一种它是算是种类的。哦，好，不好意思。
这里嘞，他们都在搞笑。幺五，这里嘞，搞乱哦，这个可以整理一下吗？乱死了，这里啊、哦。哦，打爆了！可以组装吗？你可以装，我不能用手，我不能装。哦，忘了我来用。他每一只角色是属于类型。那我机器人类型，我可能就可以做别的。哎、欸，确认。嗯。哦，我懂了。OK， 逃生舱，哔哔啵哔，把你踹进去！干嘛打我？咚！怎么会有泡泡啦？洗衣机哦！I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I'm a member of the Imperial Senate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Alderaan.这个声音不是那个人配的。